另一位因为神操作上热搜的大咖杜江，心情就很复杂了。昨天杜江正面回应了自己摆地摊上热搜的事儿，还没放下时尚单品蛇皮口袋的他，一脸无奈地表示：“大家开心就好。”什么心情？啊？什么心情？上热搜了？习惯了。巨星风采。摆地摊上热搜，能有什么心情？心情非常的复杂。由衷的为节目感到高兴，希望接下来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。上周末有网友偶遇了正在录制节目的杜江和凌潇肃，天魔不爱杜江一边摆摊一边还附赠拍照和签名服务，签名时还不忘在下面再写上老婆或思燕的名字，这狗粮真是来得猝不及防。暖心奶爸如他还跟小朋友比俯卧撑，喝来了一记摸头杀。而一旁摆摊卖 T 恤的凌潇肃画风更加不寻常，因为 T 恤上赫然印满了李娜老公的头像，实在太魔性了。谁说只有女人凑在一起是一台戏，这老公们凑在一起也是相当精彩。